走吧。 辅助交闪 ，AD 走吧。很快，所有东西都将衰败。只能多看一下夏洛这一把。 下路没等到我来呀。 眼睛我们是碰不了的。
漂亮，好贪呐！贪生能走吗？ 我操！下路领先了1000块钱的装备，对线二怪打不赢。 顶住啊，支棱起来啊！这把中上野其实不好打的。 这玩个勾巴呀！我操！我从地图上都看到这哥们直接走脸吃勾了，跟那个蛮王一样，他妈骚雷！ 他 EZ 加泰坦肯定打不过这个组合的。走吧。哎呀！ 中上野还得靠我们支撑起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啊！这个应该还在吧？哦，不在了，走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个没必要。他下上上上血没有什么野怪了。
看他没事。打 buff， 不再疲惫，不再畏惧。双 TP 啊！逃不掉。双 TP， 吃个河蟹吧。都没审，谁都没审啊！对面已经军团盾了，这把买个大面具吧。哎，今天打野确实打的不是很舒服，把把野区优势，但是。不得劲，玩的就很奇怪，不好打。加油了。看，哎，小龙，嚯，牛逼！哇，哎，还是死了吗？杀吧，漂亮，给塔了，我操，这里还有个野，两条小龙。我操！还好，我这波小走位。啊！走吧，上个十一级，我操！
2150。2150。这把说不定还是有那么点机会的，还是有那么一点机会的。齐亚娜跟我的发育还是不错，其实卢锡安也是有装备的，打的虽然没那么好，有装备。团战机会还是挺大，现在两条小龙在手，不着急，又死了吗？能走吗？要了，走吧。直接 EZ 直接一模的。漂亮，小龙吧，潘少拿了700。你给他把我们上海区两组也快吃掉了。着急了一点，我怕我再等这哥们的一技能就好了。急了呀！好难杀呀！哦，漂亮，扛他。我要买的。1550。A 一下吧，野区应该是有眼的。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管不了他了，他那位置空大，他很难走。
怎么可能大龙？打不动的，我们打龙打不动。我聊大龙了。打不打？想打，但可能是假打。搞了一个辅助是吧？那其实还能接受啊，能接受，可以接受。这把龙魂可以是个风龙魂，作用没有那么大。都是黑粉，不能称之为黑粉，在你直播间看的，妈的，什么叫黑粉？在你直播间看的都能给主播加工资，兄弟，你这话就格局太小了。我还希望他们天天来黑我，真的，天天都来嘛。蛮喜欢被你们这个尬黑的啊，带节奏挺好的。他们不带节奏，主播的工资去哪发呀？啊，主播的房子谁来买？车子谁来买？啊，是不是奶粉谁来买？所以说不能说都是黑子，这种不行的，这都是水友，管他黑子还是什么的，都是水友。你不黑他不黑，谁看主播呀？这个眼位好恐怖啊，一个探照吃了吗？100块，走吧，阿个尚在啊，兄弟，我们是不是该一起走啊？中药，这把买个中药啊。
是这个贴贴。没事，主播哪怕这时候都要说一句我的锅。哎，你妈的，把把有人送啊，兄弟们，把把有人送，他奶奶的！还好我是一名有素质的主播啊，还好我是一名有素质的主播。冷静，冷静，兄弟们，小问题。冷静。能用我的锅解决的事，它就不叫事。啊，一句我的能解决的，那就不叫事。拿个蓝 buff 吧，双龙吧。别去了呀，卢锡安都不在，卢锡安都不在啊，铁铁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一波吧。